子到了。坠阶了，谁的阶？剑魔，剑魔一级打也行，不打也行。其实，先抢二啊！来，先打的骸骨，他没带呀，他没带，那就随便打了。如果这种不带骸骨的，那就随便打。哎一下，一下点，再点，再点，吃药，点，点。征服者触发，躲一个扣，再点，再点，致命点炎，点，闪现，操！谢谢大太狗的188666，这波感觉能双杀的，怎么没有呢？玩吃了，嗯。确实是失误，小失误了。不过挺烦人呢，二级就抓伤，玩蓝枪也二级抓伤，你们确实是没完了，我发现呢。蓝枪消带，带个屁！他带，我今天都不可能让这蓝枪好过了。我要不是为了收塔下兵，我就干着剑魔，因为我觉得他没我的兵值钱。一枪不开，一下也不打。好了，还打不打吧？就1-5了呗。啊？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给我点什么信号？我就想知道为什么还有传送。那传送是不要钱是吧？啊？好牌。封魔剑魂，我没法上啊！剑魂，你直接开个E上去，咱一点招也没有啊！给我杀来，盯着我啊！喜欢盯，好盯，老母鸡，拿下！我让你们追。这么喜欢追人啊，他没 TP， 他没有 TP， 他刚才踢上路了。死刑耀光
打比扫一层吧，打比扫一层，嗯，对面也扫一层，那我们相当于就是没亏。这小兵着实是有点恶心人了啊！你别我打着你，你要不打着你就死，你别我遇着你，我只能这么说，别我遇着你。我先扣一下。这波说什么塔下你也得死，兄弟，我不可能让你活，都把闪交了。他这种交闪现一点意义都没有，因为他即使交闪他也一样要死，他还不如在塔下试试能不能给我换了，那就是太怂。你有什么好怕的，我又不是惹赛，你怕什么？蓝枪确实是没完没了啊！真膈应人呢，啊，真是膈应人呢，确实是没完没了，还出个提亚马特，你这是个损样吧？还出提亚马特？回家了。我们家老母驹来的可以啊，这老母驹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这药撇了吧，出个皮还。你惹了不该惹的人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等我把上路塔推了的，我满世界找你，你等着的，我让你干干。今天俺俩指定没完了。我们不行，拆二塔吧，他剑魔人也没了，不知道上哪去了。哇，老母驹走了，可以啊。这不是日炎塞纳吗？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打不相识。几个人啊？
慢。能不能掉点血？这波比行啊，来波比，人呢？给我杀，漂亮！老母狙给我杀，老母狙，挂了不上了，我杀不了了，撤。打龙吧，人家三项了。出把黑切。你要去上路，那我去哪路？那我去中路。我也得吃一层塔。几个人啊？没有大，我也不带上的，人还挺多。非得要点我两下子，也不知道干啥。先把波比杀了，卡牌没位移。你先拆中啊，我去野区找那蓝枪呢。给我拱他来。我们家的资源速度可以、这塞纳装什么杯不知道，就是乐意装，咱也不知道装啥，没明白。这怎么跑这儿来了呢？这猴的大招属实冷却时间有点长了啊、哦！我就找找这蓝枪。人还挺多。你们跟我打啊？你在跟谁打？还有这蓝枪，赶紧把我们家卢仙杀了，我再去把他杀了。他死了，真是不争气呀、啊！真的，这猴的大招属实冷却时间有点长了啊。70来秒一个，回家回家以后出来大招都好不了。现在节奏这么快，大招好的这么慢。那肯定是不行。俺一个跟头能翻108000里。27秒，
打个假猴吧。耶，这是妮蔻啊，给我杀了。这人咋那么多呢？往后拉扯一手啊，还好我够用啊，还好我技高一筹。开我是可以，就是你家没啥伤害。算了，快点拿下吧。那先锋在干些什么东西？行吧，撞一头得了，回家了。此地不宜久留。那塞纳不能往后边打，确实往后边打会比较恶心。再见。就凭你俩想杀我，啊，就凭你们俩想杀我，你有虚区吗？我这也就没蓝了，实在是没有蓝了呀。哎，别动。哎呀，全死了吧，就剩个波比了，那波比不得守家呀，没关系，卡牌也没大，不用害怕。哎呀，把这破玩意儿除了吧，还能加点冷却。不过这猴大招冷却时间确实太长了，再减个二十秒吧，再减个二十秒能玩。对于这种节奏太快的比赛来说，大招的吸力比较的重要。按错了，我刚才一开始按错技能了。哎，怎么把大给按了？我想按 E 的，我按着 R 了。70-50-40分。对呀，70-50-40吗？现在是多少啊？现在是120-100吧。对，现在是120-100-80。减个20秒差不多，180-60，不用40。180-60，可以，减20秒。好定。让你抓野人，
双杀。宝鼎老母鸡。呀，给我滋了死了。滋了的有点快呀。漂亮，拿下。加个双 Q 眩晕了。